它里面的格式哈，还有它储存的方式，到底跟其他资料有什么不一样？那实际上哦，日期跟时间哈，在 Excel 里面呢，跟前面那个文字跟数字是不一样的。那首先呢，比如说我第一个了，假设我希望呢，请各位做出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格式，年月日，啊，年月日加一个括弧，后面呢放一个周期。那比如说我今天呢，这个格式我希望做出来，那我比如说以 today 这个练习题好了哈，假如说我今天想要产生今天日期，当然最简单的方法了哈，你日期时间函数里面呢，你可以找到那个 today 函数。那 today 里面的话，当然哈，第一个它会显示标准的格式，其实就是年月日中间用斜线去隔开来。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哈，第一个问题，假如我希望呢，把它的年月日的格式，把标准这个年月日格式哈，改成什么？改成第一个民国年，第二个斜线改成点，第三个呢，如果说它是月跟日隔一位数字的话，前面帮我补零，比如说一月的话补零一，那后面的话呢，记得哈，假设我今天希望呢，后面呢再加上周期的话，这个地方该怎么做？那当然这里的话不是叫你用什么字串串接，不用。这里的话呢，你可能在 Excel 里面第一个你可能需要按右键格式，储存的格式里面你可能需要怎么样呢？把这个格式变成，第一个当然你要改成中华民国历。不过你会发现中华民国历他看一下这个最接近，可是接近但不等于刚刚那个。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希望把那个这个格式快速变成我刚刚做的那个样子，那怎么做？第一个当然你可能要提示一下，你可以第一个先找接近的，第二个的话你可以按一个制定。这个制定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今天看到这个格式蛮接近的但不完全相等，你可以再利用什么，找到接近的时候再切到那个制定的部分呢，去做一个格式的变更。所以机关在这里，也就是你可以怎么样呢，在这边稍微修改一下的格式，就可以变成我们要的。那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就是我刚刚讲的综合练习里面的格式，然后呢我们利用那个 today 这个函数呢，帮我改一下比如说年月日，然后呢后面加一个周期那该怎么做先试一下准格式是这样，反正就年月日斜线因为是美国人那边设计出来，所以一定是西元年，不会有中华民国。那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希望呢把它改成像这样的格式的话，那我第一个按右键储存的格式，那我可以先找一个接近的。那所谓找接近就是说你可以先找一个中华民国历，不过特别注意中华民国历只有在繁体中文版里面才会有，也就是说如果你公司是有使用英文版，像之前有同学问他 英文版的环境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那你可以找一个接近的之后的话再按制定一下，制定之后的话接下来要特别注意他会先帮你转成我们要的107年1月29。可是问题我的斜线要改成点的话，你可以直接利用制定里面直接就可以改了。里面呢这个地方基本上它中间的分隔符号改变没有问题。第二个就是我希望呢，如果个位数字的话补零，那个位数字补零的话只有月跟日，所以记得它有固定规则，如果 M 的话你就再打一个 MMM 小写的 M，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01出现了。那 D 也是一样，因为29刚好是两位数啦，所以假如说你未来假如说是1月1号就0101的话，它这个地方只要再补一个 D， 再补一个 D 就可以了。最后的话如果我希望后面刮弧可以让我看到什么呢，今天是礼拜几，那你可以是星期几也可以是周几。那这个地方的话第一个你可以先加个刮弧移到中间，然后呢再来做什么呢，你输入A 有没有发现三个 A 它就出现什么周几的讯息。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出现星期几的话，你只要再多一个 A 就可以了，四个 A， 三个 A 是周几四个 A 是星期几。好，那我们因为是周几所以我就三个 A 就好了，按个确定，确定之后的话呢再宽度不足所以把它拉宽一点点，那你会发现呢这个格式就产生了。
好，不过可能大部分同学比较会有疑问的是说，诶，老师，那你为什么知道齁，那个周几是 AAA 三个，那星期几是四个呢？其实齁，教过一个简单的方法，以后如果格式齁，你哪一个格式不知道，可是你想要把它可以加到另外一个格式里面的话，一个简单的方法，第一个按右键储存个格式，然后呢一样的方法，周日期里面你可以切回到西历，西历里面呢就会有周几了。那周几这个格式呢，我想要知道它背后的什么呢，它的格式里面的公式，你就切到什么制定哦。有没有发现在中刮弧这个不要理它，分号后面也不要理它，中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的。 OK， 所以以后假如说你要把某一个格式把它跟另外一个格式拼凑出另外一个你要的格式的话，那你可以先去找你要的，最后把它拼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哦，假如说周期的话是三个 A， 那如果是四个 A， 有没有？这个为什么四个 A 呢？你看制定一下，有没有四个 A？ 所以哦，以后如果要产生什么啦，其实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你可以先去这个格式里面找一个比较接近来改，哎，有的时候就会改出你要的样子哦。所以蛮多地方我都是利用它预设有的，然后去稍微做一个变动，改成我要的那个格式。不然有一些时候齁，这里面基本上没有你要的格式，像中华民国历里面没有一个像我要的这个格式，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呢，把它拼凑齁，做一个修改齁。在这部分的话，请各位第一个先试试看齁。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要了解什么呢，跟奥运倒数，那奥运特别注意哦，因为这边2016已经过了。